搁家不做饭，你这干啥呢？哎，我坐下坐下。哎，你回来啊？不是，我跟同学约好了要去跳舞去，那你催命似的打电话，啥事儿啊？小米粒儿，你就知道跟同学跳舞，你不能教姐跳个舞吗？啥？姐，我没听错吧？咋？就你这，我这咋就不能跳舞了？啊，是不是二驴子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最近没回来，欺负我啥呀他？那是我大姐夫出啥事了？没有，我大姐夫出轨了。哎呀妈呀，亏你有这本事。哎姐，你可别想不开呀。什么玩意儿就想不开？我跳个舞我就想不开了？这受啥刺激了？这是吃。姐，你生气了？没有。还说没有呢？你看你的嘴撅的都能拱地了。行了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教你还不行吗？真的？嗯，行，说吧。哎，你想学什么？学啥都行。嗯，那我就教你跳一段现代舞。好，行，准备好了啊。好， music。看来这现代舞不适合你。你要不这样吧，我教你跳一段芭蕾。哎呀妈呀，芭蕾高雅，我喜欢。跳一段四小天鹅。哎呀妈，从小我就喜欢小天鹅。你等会儿啊。好，快点。哎，活动活动。教吧啊，好，哎，那准备好了啊，好，喵贼。大姐，哎，我今天看你这身打扮，我就知道今天咱们家吃什么菜啊？铁锅烤大鹅。哎呦，我大姐可从来没这样过啊！大姐，你这是发什么神经呢？你这是？你还用问吗？啊？没看大姐这跳舞呢吗？哦，大姐你跳舞呢？哎呀，小米粒啊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欺负大姐了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大姐啊，是不是我大姐夫出事了？没有，这小子出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想到啊，他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没有，我找，没有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啊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大姐你要减肥是不是？减肥我理解啊，像我大姐这样的，她苦恼啊。太胖了，减肥啊，减肥一定要减肥，但是有很多种方式啊，你可以去跑跑步，可以去游个泳啊，做饭也能减肥啊。我都做30多年饭了，我也没减下来呀。你做的少啊，你一天才做3顿饭，从现在开始你一天做8顿。
哎，你看看能不能减肥？我现在就饿了，赶紧去做饭减肥去，快点！不行，没看我这练舞蹈垫脚尖儿呢吗？哎呦，大姐呀，你可怜可怜咱家地板吧！你这蹲位，脚尖一立起来，这地板上戳的不全都是窟窿吗？小李豆子，有事说事，没事往旁边咕噜咕噜。你拉倒吧你！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我没发现你可太阴险了啊！哎，我怎么了？你说谁阴险了？你教大姐跳舞，教大姐干什么不好？你让她跳舞，大姐她什么身材？你让她跳舞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愿意跟大姐夫待在一块吗？这就是为了显得我帅。啊，一个意思。你挑拨离间，我什么挑拨离间？我什么挑拨离间？大姐，千万别听小米粒子的。哎呀，还你还跳？不是，大姐呀、啊，你说长成你这样就不容易了。你还跳舞，街坊邻居不得笑话呀？那丢的是咱家的人呐！啊，跳舞你就跳吧，你还跳天鹅？我这有你这么肥的天鹅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大姐，你要真是天鹅，癞蛤蟆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。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爸来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不是，爸，你看看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看什么？我看有什么好？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什么洋相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姐没出洋相啊，不怨大姐这事儿，这事儿就怨小米粒子。怎么？小米粒子教大姐跳舞，你说这这。嗯。看看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，爸都生气了啊！大姐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不用跟谁比啊！爸妈把小米粒子生出来，那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，天生就这小身段，天生小男孩就喜欢。哎，爸妈把二米粒生下来，天生就是要嫁给我，天生就要跟着我享福的。爸妈把你生出来，咱家总得有个做饭的吧，对不对，大姐？你大姐就是给你做饭的啊？不是，开玩笑。对，大姐，你不光做饭，你还得洗衣裳，你还得做家务。你给我往那边咕噜咕噜。不是，我就劝劝你，大姐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来来来，你过来来。不是，爸，你不让我咕噜走吗？你知道你大姐为什么要跳这个舞吗？疯了呗，疯了，大姐，这就叫疯了。不是，她为什么呀？她这是，你大姐这么些年不一直在照顾咱家那个老邻居那个赵大娘吗？啊，赵大娘，我知道啊。那个赵大娘前两天跟我说了啊，说看你大姐呀、啊，一天到晚忙这个忙那个，忙这个忙那个啊，唯独她自己没有快乐啊。这赵大娘啊就想出个主意来啊，就说她想啊看你大姐跳舞。目的就是想让他快乐起来。我大姐天天在家做饭，我发现她挺快乐的呀。你吃的挺快乐。爸呀，你说我大姐，你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能这么关心她，你说你自己家人，你怎么就不能给她点自信呢？我知道，我爱我大姐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大姐她那么胖，你让她跳舞，胖人不能跳舞啊。你给规定的，那你看，俗话说得好吧，要俗话，你那俗话我最不爱听，又什么癞蛤蟆又下不去嘴了。你知道癞蛤蟆为什么下不去嘴吗？为啥呢？癞蛤蟆没你嘴大。我大姐她不会跳舞啊。你怎么知道她不会跳舞？她什么时候跳过舞？我告诉你，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啊，我参加过一回她的家长会啊，那个舞跳的都棒极了。哎呀，我大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你小时候跳的那个舞在这儿跳一遍，让她长长见识。哎、来，小米粒子，你坐这儿。小时候跳的舞，现在跳，哎，跳。小土豆子，你坐这儿。哎呀，哎呦，爸呀，你怎么也叫我小土豆子呀？你看我跟他学的。小切包，你坐下吧。爹，你什么户？我们家这房子我付的首付。什么呀我？对，还是小土豆子吧。来来来来。爸，我都给忘了。你看，忘了没关系啊，音乐一起就想起来了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。
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姐，哎呦，大姐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大姐，你跳得太好了。是吗？我想起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，哎，小叮当。哎呀，你就是活着的小叮当啊！是吗？哎呦，大姐，太好了，爸。哎。爸，哎呀，启发我了啊，是吧？哎，咱不是给赵大娘演出吗？对啊，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细菌，嗯嗯，哎，咱怎么着也得送一台呀，不能就这一个节目。咱们家每人演一个节目，每人都得演。可惜你啥也不会。你听听，嗯，鼓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我会说相声。不是，说实话啊，说实话，这个相声啊，词儿多了我不行。嗯，哎，但是那个嗯啊，这是我会啊。哦，哎，爸，你行啊，文化馆的，我爸。对，我年轻时候说相声，我差点我就没出名，我告诉你。所以说咱俩合作呀，给大伙来段相声啊。啊，你来甲，我来乙，你给我捧哏，行不行？咱俩试试啊。哎呀，不是。哎呀，来，上台鞠躬。哎呀，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我发现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他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大家伙非常的爱笑啊，心情舒畅。对，我发现今天的朋友们啊，特别是冲着您笑，都喜欢我。谁的儿子谁不爱啊。我揍你，我告诉你。爸，说相声呢，说相声。啊，这是相声里边的相声吗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这相声说的把你自己逗得乐够呛。来了，来，往下说。来了啊！再说了，我也没说错呀。怎么了？啊，你看艺术家啊，把观众朋友们都比作什么呀？衣食父母。那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呢？那没错啊。那把他们比作你妈，这不对吗？那大家就都是你奶奶呀。人不嫌不丑，狗不嫌家贫呢。你看我妈长得再丑，我不嫌弃她老人家。我们家再穷我也得看着。哎，我打死你，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吧。爸，这算一个节目啊？还有什么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吧？爸呀，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水准啊，咱得来个压轴的，还得有个压轴的。对了，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艺术形式啊，小合唱，小合唱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哎，太好，我主演啊。哎，大姐啊，那个读书郎你会不会唱？我会呀。小美玲会不会？会啊。爸，你会不会？那我也会。来，咱就来这个啊，来这个啊。好，大姐，来，站好了。合唱啊，你们小合唱。哎呀，好嘞！来，精神点啊！来，开始。小嘛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。吉普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娘。啷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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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？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娘。爸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节目是我创意的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应该是主演呢。你是主演呢？我没词儿啊！哎，我没词儿，我不上来，我就当这个浪啊！不能，这不行，这不算这个。小美玲，哎，你干嘛？你站这边，你站这边，我站这儿、我得有词儿啊！大姐，你就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站好了，盯着呢，来，开始。那没有学问，我不愿见爹娘。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。没有学问，我不愿见爹娘。呀！哎，等会儿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我怎么还是浪里个浪啊？不行，我肯定站的位置不对。不对，我站头一个。啊？你大姐，你看那个，我是主角啊。对。再来一遍啊！再来一遍，开始。小不小二郎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。
啊，我们去演出，你留在家做饭啊。我凭什么呀？我们呢？啊，不带扯里根郎的。什么？爸，小呀嘛，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刮，只怕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不愿见爹娘。又不唱浪里个浪。